感受生活，品味文化，这里是文化时分。大家好，我是新宇。今天的节目里，我将和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近日在北京拉开帷幕，川剧《江姐》、舞剧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、豫剧《焦裕禄》等140部优秀舞台艺术作品，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、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，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、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，描绘出不同历史时期的共产党人形象。本周文化时分将带您一起走进舞台，回望历史，感受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。50多年前，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在兰考带领干部群众治理封杀、内涝和盐碱三害。他虽然身患肝癌，但依旧忍着剧痛坚持工作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铸就了焦裕禄精神。这些年来，我们在报告文学中认识他，在电影和电视剧中了解他。1990年，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还写下《念奴娇·追思焦裕禄》来纪念他。河南人民更不会忘记他。2011年，河南豫剧院三团在一年多的采风创作后，推出大型原创豫剧《焦裕禄》，由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、团长贾文龙担任主演。这部剧获得了中宣部5+1工程奖和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大奖。在今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上，豫剧《焦裕禄》再次在北京上演。每次开演前，团长贾文龙也是焦裕禄的扮演者，都会跟演员们开个动员会。在建党100周年，贡献我们文艺工作者的一颗热心。我们现在太需要像焦裕禄式的好干部，来引领我们广大人民群众，去为我们的幸福明天去奋斗、去奉献。给乡亲们道歉。上世纪60年代，正是兰考县遭受内涝、风沙、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，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。就在这时，焦裕禄来到了兰考。我觉得焦裕禄精神呢，他就是勤政、为民、务实、担当，带领兰考人民治理三害。为兰考人民的幸福，他敢于奉献，敢于牺牲。大娘，您好啊！焦裕禄从到兰考的第二天起，就深入基层调查研究，拖着患有慢性肝病的身体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，跑遍了全县140多个大队中的120多个。焦裕禄说：“我们不是天定的就穷啊，事在人为，只要大家干。”老韩林村是当年他去的第一个地方。因为这个老韩林来这个地方呢，是焦裕禄同志来兰考第一次调查研究的村庄，是他第一次和老品种谈了3天3夜的那个村庄。没一点架子。来到农村以后，一点价值没有，你看不出来是个乡委书记。把车子一放，和村里头的干部、大队的干部、生产队的干部一块儿都下田间，到化山地头去拔草、去锄地，到田间地头跟群众在说话。风沙最大的时候，他带头去查风口、探流沙；大雨瓢泼的时候，他带头趟着齐腰深的水查看洪水流势。风雪铺天盖地的时候，他率领干部访贫问苦，登门为群众送救济粮款。他经常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，把群众和自然灾害做斗争的宝贵经验一点一滴集中起来，
成为全县人民的共同财富，成为全县人民战胜灾害的有力武器。他讲话的时候，都拿着铁本一摊，讲到哪个问题的时候，拿哪个本，哪个生产队，哪个工厂，哪个生产队，什么社员，什么问题，讲得一清二楚。他说的很多话很有哲理，你比如说蹲下去才能看到蚂蚁，就是你到哪个地方你别走马观花，你蹲下去你就能看到蚂蚁，能不能发现问题，你潜，把心潜下来钻进去。每次下乡路过一片白花花的盐碱地，他就蹲下来捏起一点土放到嘴里尝尝，咸的是盐，凉的是硝，苦的是碱。焦裕禄就靠这样的土办法摸清了兰考的盐碱地分布情况。有个同志提出来，焦裕禄买这仪器衡量这个土里含盐碱量程度。焦书记说这个仪器得花钱呢，没有没钱了。他我从群众那学个办法，这个仪器人人都有，人都有了，人都有个舌头啊，你的土一查，通过这个舌头辨别这个土里含盐碱的土办法。焦裕禄棉衣上的第二第三个扣子总是不扣，时常能看到他将左手伸入怀中按住干部，钢笔、茶缸盖、鸡毛掸子都是他用来顶住干部的工具。时间久了，他办公室坐的藤椅右侧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。肝病啊，不止，一直到最后严重的时候，不得已了，到六十年的三月，不得已了，把他疼的实在支持不住了，啊，黑夜成夜都不能睡觉，不用这个东西跟，就用那个东西跟，啊，这压的止疼药，他是忍受不了了。1964年5月14号，积劳成疾的焦裕禄因肝癌病逝，年仅42岁。临终前，他对组织提出了唯一的要求：把我运回兰考，埋在沙堆上。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，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。焦裕禄去世后，人们在他病床的枕下发现两本书，一本是《毛泽东选集》，一本是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》。焦裕禄一生的信仰与追求都在这两本书里，清民爱民，艰苦奋斗，科学求实，迎难而上，无私奉献，这20个字被后人称为焦裕禄精神。他用短暂的生命书写了共产党人艰苦奋斗，无私奉献，忠于职守的生命颂歌。一个场景比较触动我了，暴雨天气，这个拦截洪水那个场景，背沙袋，这个印象非常深。焦裕禄这是一个非常担当的干部，眼泪就已经在这个眼眶里打转了。如果没有前辈他们这样的付出的话，也就没有我们现在生活的那么幸福。我们要继承就是老一辈同志的这个精神，然后继续为国家为。百姓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然后做出我们的贡献。总有一种精神不因岁月流逝而失色，不因时代变迁而黯然。焦裕禄已经离开我们57个春秋了，但他亲民爱民、艰苦奋斗、科学求实、迎难而上、无私奉献的精神仍然被世人所传唱。不管时代怎样变迁，焦裕禄精神始终不曾改变，人民对他的呼唤不曾停止，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的精神大力倡导，犹如他种下的那颗焦桐，绿我涓滴，惠他千顷成碧。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明天继续相约文化时分。